好，从上腹这里继续往这里接，五六七走，穿手落左边倒长腰，往右侧步开手走开扇，然后这个地方啊，直接往左转，手直接往上合轨，看一次手，六七开走开扇，合扇尖直接往下，然后手拎住转一圈拎到这儿，然后扇尖往下落，双腿往上拎高，然后膝腿打抬，翻身观扇。好，从这里继续往后啊，翻完身之后快速退步，五六七走，右左快速退两步，然后注意左脚我是冲着前面的八点方向，右左，然后快速上右脚，然后手上是戳推，先把你的这个扇子的这个当成一把剑，往远戳出去，大快速换手，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，直接换手啊，再来一次，五六七，右脚先走，走右左上右脚，同时左手往远推拉出去，后背立住，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，拉到这之后，五六撤右脚，右手往下盖，右手的手背往下盖住，出右脚啊，再来一次，五六七走，五六拉到这，五直接沉下来，六七八的时候做一个盘腕推重心，换到右脚重心，好，再来一次啊，盘手落下，同时左手回到按掌的位置，再来一次，六七走，七八拎住，好，我们把这个八块连下来一次，从这拎吸。大翻身走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早一点到这里准备啊，然后下一个动作踢腿踢，好，这个腿它是膝撩出去的，左手身体其实跟我们前面这个动作是一样的，身体保持往后，给胸腰敞开，膝腿拎，然后落到这之后踩撤左脚，好，再来一次，两七走踢大大拎，好，手上踢完了之后，右手往上，左手往下按，左手到按掌，右手到托掌，形成踏步翻身的准备，我俩先走踢打打拎，好，拎到这踏步翻身，手一定要站好了，身体已经摆好了，然后在这走翻身，翻身完了之后快速回手回发，出右脚出左脚，大捏步往远拉，手上是经过一个回发打开，左手往外推到山岗，右手往大往下把山打平，五两气走，然后脚上撤右退左，大捏步，后面的膝盖要直啊，拉出去，身体往旁往右边倒一点旁腰，再来一次，这个八块五，从上一个连一下，五两气走，一二三四五六大气走，踢腿三四翻身打开，定到这之后，下一个动作啊，右关扇，关回来之后，左手握住这个扇子，然后就像拉着那个丝，那种筋一样，要有提住，手腕要给它是平的啊，不能这样卡着，平的拉住，然后同时在这踢左腿的细撩腿，身体一样往后仰一点，右腿主力腿蹲踢。踩下来之后，左手到按掌，右手到背手转一圈，直接落下这个脚，右脚找左脚转一圈，立的转的啊，来一次，五六七八八，一二三四，好，到这之后，五六的时候，左脚往八点出去，右手的手心戳出去，左手到托掌位拎住，五六七八的时候，膝腿左手到按掌，右手到托掌，再来一次，五六七八，立到这之后，然后快速往后退，小碎步，二走两开三四，撤左脚往远推，左手往远推一下，然后五六会往后做一个顺腰，云手左手回来到这，好，手上是到这，噔噔噔噔，然后直接打开。打开之后，左手往上，右手往下，云手包回来。好，再来一次啊！我们从大捏步开始接一次，五六七走长腿，一二三四，上步走，立走，推，哎，定造型，五六顺腰拉过来之后，七八的时候把你扇子。快速往斜上方，左手往旁推，
直接打开，然后右边的后腿直接往上踢，踢，往上踢一个射印，大射印啊，使劲往上拎一下，踢，打开，下，好，下来的这个手，看扇尖往下扣回来，反手拿着，然后同时侧脚右左撤步，拉住后背顶住，好，再来一次，五两七，踢，打打打，直接落下来。好，我们把最后这个八拍的一次，从这儿五六七走，走二三四，涮腰走，一把走下。好，从今天的连起来一次，从这儿五六七八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走，踢啊，翻身走，五六打，并造型走，踢啊。三四定住立走腿啊，三四走涮腰走，八八下。